明白台叫明白客长，侬客长会闽话。也是对宁波港，那个半夜，半夜好杂兵存在，作业，也是对，也是对宁波港。林波港要搬半夜，要搬半夜，行杂兵，杂兵前来作业，前来。请来作业，耶稣对宁波港。没播半夜行杂兵，杂兵前台作业，也是对对宁波港，也是晒的秋天。他对他们说：“对，每波半夜航向杂兵，贼兵，贼兵就是强盗。杂兵，请来作业，请来作业。你们看我像这个强盗在来捉我吗？”也是对宁波港，每波半夜航杂兵。请来作业，有面分散几个国家，也要托付我们有面努力向上，死不待我，出远有面学业有成恩，走向文明进步，影响幸福平安，海来娘娘保海，海来保面平安，来来。